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志，欢迎观众视频。今天我来到了汀州路，这里来吃一家非常著名的卤排骨饭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黑卤卤肉饭便当专卖店位置在汀州路二段，附近没有捷运站，最方便的方式是坐公车。从西门捷运站坐253公车到水源路口站下车，这里每天经营两个时段，晚餐从下午4:30开始，有内用，大多数的客人都是外带便当，要早一点来，6点不到，许多热门餐点陆陆续续卖完，晚一点就啥都不剩了。中通富也是他们的老主顾，经常叫外送便当，有总统府背书代言，黑卤卤肉便当在台北市赫赫有名，每天排队等吃便当的人很多。猪排、鸡腿切得十分大份，有酥炸和香卤两种，价廉物美。餐台上还有一大锅的免费高汤，今天煮的是酸菜白肉汤，汤头比起一般便当店浓郁许多，酸菜清香，非常好喝。我今天来店里内用，点了一份卤猪排便当，卤猪排相当大块且厚实，先炸再卤，喷鼻的五香味，咬在嘴里咸甜交织，配上一大碗卤肉饭，非常过瘾。三样配菜也十分尽职，做好配角的角色。今日例汤是酸菜白肉汤，大把的酸菜毫不吝啬，很有客家菜的风味，味道极好，然而是免费的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